从选举期间到选举后，我们其实都很关心特殊孩子他们的各类的一个教育复健跟一些环境的打造。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三件事情第一个是我们的特教牙科，第二个是我们今天所在的地点特教大学，现在改名叫希望学院，然后第三样等一下由志明谈谈陪伴志工。特殊牙科是我们非常重视让孩子能够在地看牙的一个方法。前一阵子我们终于很感谢选定了崇佑科技大学来做我们的合作伙伴。希望学院特教大学里面学习一技之长，然后跟不同的人互动。在过去在基隆，很多盲人朋友反映没有办法做到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现在有陪伴志工，一个周陪伴三次，可以让他们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